天设置一个 dress code。比如你在中国，这个问题如果我发生十次或者十五次，你玩儿如果常见这种问题，我觉得就应该。玩儿就是对，因为它就会是一个 popular 的。popular 魅力。对呀。所以这次可能很多我们成功了，然后这个销售啊。这边坐下一个。对，这边坐着。